哇，好靚啊！朱千雪同埋岑麗香呢，呢日就嚟到屯門度出席 Disney Dream Big Princess 夢想無限嘅揭幕禮啦。佢哋仲打扮到成個公主咁，真係好靚啊！嗱，講到朱千雪呢，早排佢就喺無線節目度爆竊鬧金剛，喺網上面 hit 爆喎。唔知平時千雪 BB 係咪都係咁嘅呢？我平時好温柔㗎。你嗰次係史上第一次㗎嘛？又不是史上的，不過不是成日有咯。我戲裏面鬧人鬧得多，所以我呢幾年拍劇鬧人鬧得，同埋打啦，咁令到我變咗鬧人嘅專家啦。嗯，有冇諗過個反應咁激烈啊？冇啊，我以為是被人鬧翻轉頭，咁之後有人話，即係俾人鬧，即係鬧人哋都俾人讚，我係好開心咯。雖然係咁咋，但係香香都大讚千雪 BB 夠曬真性情，所以好好睇啊！咦，咁唔知香香平時有冇啲咁嘅一面呢？我可唔可以話冇啊？冇，咁我覺得睇情況啦，即係好多時。男人都是為他好的嘛，即是男人不是次次都個心地有分好和不好，如果是為了人家好的，用一個對的語氣，即是都 OK 的。那你有沒有鬧個男友啊？你有沒有為他好？我當然為他好啦。有冇經常性為佢好啊？睇情況，睇情況係我其實係大頭蝦啲嘅一個人，我比較一個論盡啲嘅人，所以反而應該係佢搞正我。我係成日需要人哋搞正我嘅，所以如果我做錯嘢，我唔介意你鬧我。如果你係為我好 ，OK 。